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，切实做到均衡配置师资，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，严格执行作业管理规定，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，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，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，严格执行考试管理规定，不得违规组织考试，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，并以适当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，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。